睡里腰，睡里腰。屏东北大武山24日下午经船山难，一对夫妻到快谷山庄一日游，在回程走到 1.7K 时，走在前方的丈夫踩到湿滑石头，不慎失足坠崖60米，一旁的妻子全程目睹，不断大喊无人回，立刻拨电话求救。当救难人员到场后，男子却已无呼吸心跳，夫妻同攀竟成诀别。两个轮流过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。哀之痛之怜之，快谷山庄庄主表示，北大武山是一座很容易滑倒又不允许滑倒的山，处处围崖峭壁，却都被树木草丛给掩蔽，半年以上的时间不到湿滑，因此呼吁有冒险精神的山友们，上山有绝对的危险，要有绝对的注意。